我呢，就想写一个甜宠类的，不从侍妾开始，我一进府就要做福晋。但在枢妙陛下，一切都变了。我的寝殿在哪里？府内从未有过给侍妾准备寝殿的先例。其实有个不成熟的小想法，咱们搞个双福晋如何？竟然同是天涯有病人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人逢喜事精神爽呀，在场送你上刑场。温柔善良可爱美丽又冰雪聪明的婉容小主，你没事吧？这些话都谁教你们的？让我等了这么久，竟然是去梳妆了。没有啦，只是去洗了把脸。这送的菜还要拿这个？好久没用了，拿出来瞧瞧。那这个是调味的？这是谁放在我食盒里的？那这个是干嘛用的？这都谁带的？我可不知道。我有个朋友，他之前就这样。